6月20日，因通万成员米卡录制超感性电音路透曝光。视频中米卡还是熟悉的白色寸头，一身蓝白色牛仔花纹套装，清新感有了。不过更吸睛的还是米卡的大长腿，男模身材果然不是叔叔而已呀。此外，米卡还边走边清唱《想太多》，温柔的嗓音搭配舒缓的慢歌，夏夜的氛围感马上就来了。据悉，超感性电音是优酷出品的全新项目，节目内容是针对 Z 世代和泛电音爱好者的全新潮流电音综艺，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录制阶段。近段时间，嘉宾们的路透也都依次露出，包括刘雨昕、阿云嘎，每个人的状态都很精神。果然，夏天就是要搭配音乐和舞台，期待节目早日播出。见了你。